宣宗仪式昨天晚上6点钟在球场的演出前举行。美国白雪溜冰团团长杰森·范德森代表了全体团员，在热烈的掌声中，以新台币50000元捐赠给台湾省政府作为仁爱基金，由省社会处长陈世英代表接受。陈处长也以仁爱奖牌一面赠送给白雪溜冰团作为纪念。